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喜理财，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泰国最疯狂的一位古董车收藏家的珍藏。这位收藏家跟我说，他有超过600多辆的车。我现在稍微这样走一下，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左右两边纷纷都停放着无数的古董车，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可以说一条彩虹的颜色都齐全了，而且每一辆都保存得很好。他的收藏非常广泛，迷你车、货车、皮卡车、跑车、高级房车应有尽有。上一集我就带大家看了他收藏的泡泡车，所以这一集我们就来看看一些古代有钱人的车吧。讲到有钱人的车，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， Mercedes-Benz 一直都是有钱人才开的。马来西亚人叫奔驰，台湾人叫宾士，有一些地方就叫梅赛德斯，香港人就喜欢叫 Bensy。 这里看到的四辆 Bensy 是非常稀有的，基本上只有在上海滩的电影才会看到。这辆1951年的 Mercedes-Benz W186-300 绝对是当时富人的车，在今天应该就是 S600 的地位了。最左边的是 BMW501， 另外三辆应该是 W136-170V 或者 W191-170S。 如果我有讲错的话，请留言告诉我。这辆是1935年的奔驰 170H， 它是非常稀有的奔驰，但是这里竟然不止一辆这样的车，这里还有一辆 W23E30， 相信有收集奔驰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两辆车非常少有，一般只是在网络上才能够看到照片，还有一大堆意想不到的车款在这里都有。在我旁边这辆是 Volkswagen Type 34 Common Gear， 它是全世界第二辆采用电动天窗的汽车，打开的时候是很酷的，线条设计在当时也是非常前卫的。你可以看到它的前面跟一般的 Common Gear 有点不一样，在1961年9月推出的时候，它采用了 1500cc 的水平对卧引擎，所以有一些人叫它 1500 Common Gear。在介绍这辆车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蹲下来。它是1961至1968年的 MT Car Model 770， 它可以上山下海。你看这里有螺旋桨，车底是实实在在拥有两个螺旋桨，也是因为这两个螺旋桨还有防水的材料，它可以在水上行驶。这是1961年德国一个名叫 Hans Trippel 的人设计的车，一共生产了3878辆。Jayasada 先生的收藏非常广泛，这里就是计程车的部分，有美国以前的计程车，还有英国伦敦的计程车。
身为泰国最疯狂的收藏家，这里当然少不了泰国闻名世界的嘟嘟车。这里除了一些古董的嘟嘟车，还有质量比较新款的嘟嘟车。在泰国，如果你想要把嘟嘟车开上路，你必须拥有驾驶执照、购买嘟嘟车的保险和车牌号码。这是一辆七个人可以一起同时踩的脚踏车，叫做 Conference Bike。 大家一起出力的踩，就会产生很强的力量，然后坐在这个地方的人就负责方向盘，这里还可以换挡，是一位叫 Eric Stoller 的美国人在1991年设计的。这辆古董三轮车，从它的铁还有破旧的程度来看，最少有50年的历史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可能这是又破又旧又烂的东西，但是会欣赏的人就会知道它的价值所在，因为这是象征了历史的一种交通工具。除了古董车和三轮车，这里也有300辆的古董摩托车、脚踏车、玩具车、电动脚踏车等等等等。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。如果你有机会到泰国旅游，对车有兴趣，不妨考虑来这个地方看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